的任务就是要做一个迷宫的计划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个当一个迷宫的设计家，那你要怎么设计自己的迷宫？那用哪些东西来设计自己的迷宫？那他们的形状有一样吗？没有。对，所以每个人的迷宫有不同的造型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还有你的创意，然后